作的情况下。哦，现在离着我近了，近了吗？对，好近，不然我们近视眼看不去。看不清楚、哎、好了，直播要来一波快攻、啊、这边中路直接戳拉一下，对，中路和更衣室的一个配合，看一下，果然路易斯选择了一个顶前防守，能不能打到，哦，这个背身，哎呀，这个背身可惜了，被二星秒掉了，这边看一下木稳的回防，三打四，这时候卷帘底应该很难出啊，还是要找，对，出来一个闪光，现在位置已经站好了，对，这个时候不要对枪嘛，正好卡的位置，是木恩的一个双杀，剩下一个西西能不能撑住，哦，这是 Region 吗？ Region 这是爆头带走了西西，是我都感觉好像是没有看到 Region 那个人、啊、Region 那个人都没有看到，子弹就先飘过来了，是反应特别的快，可能是已经确定了这边的位置，然后拉出来一枪秒掉，其实他们选择的一个进攻节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好像是安完 C4 站的位置可能是出现了一点失误，是对，第一时间应该是都选择了在后点防守，并没有说在前点直接顶防，而且这个闪光弹的话他应该是打得太快了，因为、是中路先出的，所以说路内斯在更衣室这边是比较着急，从二楼回去想要补一下避包点，但是这个时候呢更衣室这边人就进了，是，对，他可以看到 AE 的打法是中路先出，然后另外一方面再去抢这个更衣室，对，其实这一把的话可能是 NLS 已经是立了大功，为什么，因为在第一时间他做到了一换一，也就是 AE 这边想抢这个卷底的队员直接被打掉，对，那这样的话你没有第一时间抢住近点，那对于对手回防的时候肯定会更加方便一些，而且对于自己的队友可能还是要隐隐的担心一点，哎呀，是这个突破手是没有换掉人，但是突破手嘛，就是每一个队伍的突破手都是这样，我必须有胆量去做突破，然后呢最好是要进行一换一，完美的话赚的话一换二，哦，这边中路 CC 抢了一个点，率先打掉了喷塔的狙击手 Moon， 那这边的话取得了哎人数上的优势，管道这边应该是被侦察到，还打中一枪，一颗高爆下来劝退， Raging 刚才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发挥，对，看一下 A 包点顶前了，顶前，对，保卫者现在已经 A 包点顶前，是不是要管道和 A 大的一个配合，这边管道消气轮再次打掉，通管道了，应该是通管道了，被打掉下来 Blame 没有撑住，对，那这样的话应该看一下能不能打掉， Nice， 非常完美的一波进攻，他们的打法和我们在线上就是他们是他们的训练啊，我们就属于玩嘛，嗯，一样的，一样的吗？Ada 就是一定时间他就会顶前，只要过点他就会顶前啊，必然就是最可能最多就两个人，一般都是这个 blame 自己，是，哦，这个雷直接带走了二星，哇，管道也是直接已经架住，西西也被打掉，而且最主要问题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至少在这个回合的攻防，喷塔很有针对性。对，就在上一轮你在进攻 A 点，然后就是打透了我这一分吧，然后我马上相应做出调整。他们就是比较敢打，而且一旦过点的时候，他们的道具就是和其实国内队伍是一样的，先扑过来，给你点压力。对，对枪没对过。罗浩的血量也就剩一丝丝了吧？是，不过还有机会，三打四其实还有机会。这边西西还在，可以去抽人，是卡好位置就好。看一下保卫者是把重点放在了 A 控以及卷底的位置，嗯 ，A 包点一个 ，B 包点一个。二楼，就是两个人吧？对，哇，这个闪，哇，还好是颗闪光，如果对我刚刚在担心，这要是个高爆，直接罗浩就起飞了 ，GG 了，对，而且罗浩因为血量少，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去在前面探点，对。对，我怎么感觉血量少的不太适合在前面探店，没有，他可能、就是、探探就死了，他想的就是一枪嘛，然后我帮队友挡完这一枪，嗯，哦，梅西这边被破亏了，也被破亏，对，这一下血量上有点难打了，是很难打了，但是没关系，西西还是满血，对，开还有机会两局嘛，嗯，先热热身嘛，对，这边 C 四最后三十秒左右，看一下选择哪里，梅西这边应该是想。偷呢还是想做一个吸引呢，但是自己血量很残，中联就哎 A 点是不是放空了，放空了，这时候中联就看梅西，哦，这边已经被打掉，但是这样的话已经成功帮助队友一个牵制，来到了 A 包点，雷包按下西西架住点，这个雷包按下之后罗浩一定要迅速的撤退，对，不然的话一颗不退还是要选择往前走，那这样的话第一时间应该能够遇上吗，哦，还是在包点，
他比较喜欢在站在那个 A 大这边。这个近点，第一时间没秒到一个，但是还好换掉一个，看一下西西。哇，一枪空枪，那这下麻烦了。哎，他会主动来抓的哦。这两枪没有打到。是第一枪空枪，其实对于狙击手在一打多的情况下，真的就很难了。对，很少会有。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第一枪。是很少会有人给你第二枪了。可能是我们新的赛季，再说第一场，双方可能有点紧张。是，没有关系。但是不得不承认，就是他们在这个三打四，而且在血量特别残的情况下呢，这个调动做得很好。对，而且不是说没有机会，只是说可能如果说手再热一点的话，这一分也许能够拿下。对，来西西这边率先出击，又是狙掉了莫恩，放个地方，继续。好的，二星这边也是打掉了管道，打掉了 Regen。对，二星我感觉他是那个这种。万年管道，万年管道，对，可能我有的时候会带上这个轮儿。是，二打一 ，nice。这边的话，只要是清理掉管道的压制，其实对于 A 这个死亡楼梯冲下来已经轻松很多了。对，每一次都是不练，你们看看 ，Lunas 又是在 B 点，他应该是从更衣室退回来的。是，现在很难，怎么办？一打五，哎，那现在也是确定了最后一个位置，看一下，直接被消息轮带走，二打二平，二比二。这场的话 ，AE 也是做出了一个针对，先是西西抽掉莫恩，然后马上管道已经反应过来，我知道你可能在等我，所以过去应该算是提前枪的一个预判。其实保卫和潜伏都一样，就是狙击手特别的重要，这张地图都想第一时间抽掉一个人。对。但是我的感觉好像是保卫比较有优势，那么点优势。是会有一些优势。对。哎，二星这个时刻，又是二星，哎呦，这是要扔特雷吗 ？Nice， 机会，看一下能不能打掉、，Nice， 漂亮，那这样的话，直接打掉，看一下二星胆子够不够大。这个时候卡住，先卡住这边，卡住卷底。大佬，你想想。这是这边二星着急了，他可能是想去搜一下卷底，对，但走出去被打了一个 B 点的回防，就是 B 点回防的保卫者打到他的侧身。同样，潘达这边也是这一局选择了一个双人的 A 点，是 ，Regen 是来帮了 Blame。那剩下两个人了吧？是。西西和梅西。对，梅西血量还是有点惨啊。对，又被破亏了。看下 Lunas 敢不敢再跳？不跳了。不跳了。看到狙了。稳住。对，你看他们二楼又是架到一个是 NLS。是。NLS 特别喜欢架这个左手的那个点。是，这个点确实很难受。对。因为如果你不管是从中路还是在卷底打他，他其实都挺难受的，可能卷底会稍微好一些。因为他下边有个人，是他会去你要是把枪拉到上面，下面人可能打你。对，漂亮这一枪的反应，看一下搜点，而且意识不错，到位。这边来了，知道身后来了，那么这边的话，我屁股后边这边两，是，可惜，三比二，看他这边再拿一分。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喷他在潜艇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对。因为之前就有很多选手说过嘛，潘塔是比 F 三要实力强一点，是。但是 F 三的那个 Fins 的，狙击手的这个手枪特别厉害，手雷来了，特别准，手雷来了。看一下这边管道又是提前架枪，这边又是一个快打，又是一波中路，不错，这边打掉了 NLS， 那这边 B 点是应该是已经解放了，对，二星打掉了前点的 Lunas， 对，中连接卡好位，小黑屋站人，那这样的话这把手雷来了，对，基本上稳了。看木恩，看一下站的防守西斯位置吧。是，又是一样的回防，不漏就好。哎呦呦，又是一样回防 ，AE 没有再次给机会。哎，这边屁股也偷来了，看一下。漂亮。三比三，再一次的打平。这波 AE 就不像他们第一把那样，就是第一时间打掉 NLS， 就在卷底的。就看第一时间能不能打掉。对，把他打掉以后，其实就轻松很多了。对。因为他可以就是说，我直接卡在卷底，然后侦查你的防守站位。嗯，因为最多嘛，卷底一个，黑屋一个，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站位。因为如果说再站多一点的话，那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手是赌 B 点，他就赌你要打 B 点，那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好，这边管道是等掉了二星，现在进攻受阻，看一看。对，因为第一时间是被打掉了一个人。是。还是要买西西和罗浩，应该是还要配合一下，清一下 A 大的前点，看一下狙对狙，漂亮。下边还有一个 blame，
应该是能够意识到 Blame 在这一块，因为他基本上就会在这儿。一波泼射，一换一换掉了，三打三。小楼梯下得来吗？还不错 ，Raging 今天的发挥手感有点热呀。对 ，Raging 很稳。哇、哦，还有一个西西，但是西西的屁股是来人了。是啊，三打一爆仓，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哇 ，Raging 今天的这个发挥确实很抢眼。对 ，Raging 今天特别准。是两次关键的双杀，而且都是爆头。嗯。为什么下边这个梅西的头都已经要没了？哎，还好。哦，就是有没有发现 ，A 一旦就第一时间打掉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胜的几率会很大。是，哎，可惜了，哇 ，Raging 又是再次在第二反应打掉了二星。他们不会就是虚拟的，他就说哪儿有人，他会主动来找你，给你对枪。是。问，这一次是换上了雷神。看看这边梅西直接一波空降能不能够找到右手边的哎呀可惜先搜的是左手是三打三雷包还没有按下这边 Raging 的发挥又是 Raging 现在是八杠三的一个状态哇一个这个中远距离的压枪泼射也这么浮夸吗西西一打二雷暴的位置是已经被锁死了。对，我露个手。哎，露个手臂漂亮。这个有点太尴尬了，兄弟。对，这个就顾头不顾尾啊。瑞准应该是有人给他爆血量了，非常惨。对，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西西是拿起了这个。他们小细节有的时候做的有一点就是不够好，国外的队伍这个是该怎么枪刚大家都承认，但他有时候小细节真的。有些。这局因为是结束之后再和你说。啊、可惜。那刚刚潘大应该是又拿了一分，是。他们会不经意之间漏了一个手臂啊，或者枪头啊出去。嗯。就我们前两天跟他们打就是这样。也是这样。对。那就是细节。要有人来一波快了，站好位置。第一时间出。来看一下有没有。直接选择钢枪。哦，还好还有辅助。哇。架住卷底，剩下两个。对 ，NIS 把二楼站住了。乔奇伦这个时候过去能不能补到位？哇，可惜了。我可以看到 A E 的这几波进攻，就是感觉进攻上还是有一些过于简单了。嗯。而且就是对中路的这么一波，就是一种就不断的强打，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加冷静一些。对。感觉还是就行。但是呢，又有别人打他，但是还没有自己的队友帮助自己。是，就夹在中间打。特别有的时候有些尴尬。对。来下半场攻守互换，看看 A1 的防守功底。对。还是感觉比较稳的，国外的队伍。是。要过点。要过点，看到红。就是看到了，但是黄云又下回去了。对。对西西的狙可能还是有一些忌惮吧。对上半场杀了这么多，就感觉狙击和都会，就是说机枪都会就是忌惮这个狙击的，是因为打 TD 的时候就是我是打机枪的嘛，但是我就特别怕狙。对，边桥狙啊，对，特别是准的那些。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NLS 被下来 A 大三个，漂亮一换一，做出一个关键的后边补的非常快，是一个关键性的击杀。五号，哦，可惜枪没有刚过，二打三。哇，屁股这边梅西过来了，一颗子是吗？一颗子。哇，漂亮的双杀！这应该是以少打多，后期是，对，关键。然后这个赛季呢，是因为这个是不能够使用 COP 的，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职业选手在之前就是适应的这些其他的手枪，沙鹰，还有修罗啊，对对，我感觉还是国外选手的沙鹰是比较厉害的，因为他们好像是没有这个 COP， 好像不用，对，之前不用。而且国外的选手在烟雾里打人非常的厉害，是因为他们没有十六位这一说。国内选手经常对掏啊之类的，或者平时玩都会调成十六位。对，所以说国外选手已经习惯了三十二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红烟啊或者是烟雾里打人特别的准。是。哦，这边双方。看一下西西。对，就差一个拐角。这边是木问吗？应该是。来了，帮我。好。
这边 A 的防守第一时间，肖奇伦的站位还不错，做到了这个一个非常规点吧。原点看一下能不能吸引住火力了，对，把它吸引下来就好。这个时候对导弹尾的队友的要求特别高啊，对，如果说第一时间对枪被拉掉一枪秒的话，对于肖奇伦来讲很难受，但是西线的位置也还不错。来看一下 Region 又是秒掉了二星， Region 今天的手感非常的强，太爆了。那这边是忍不住要上来找，他要看一下 大概的一个进攻的，对，漂亮。哎呦，这一下本来应该是肖奇伦第一时间走上去躲掉了一下，因为 ALS 应该在看别的位置。这个 ALS 不服你啊，是他下来追啊，对对，可能对自己枪法比较自信，是这个时候又是三打三。哇，这是真准啊，根本就是这镜里没有看到露内斯的人，打完了之后露内斯出来了，两枪，第一枪就定头，对，第二枪碾死了，直接碾死了，没有办法。那这样的话二打三的回防，中连接被打掉， Region 杀罗浩，这边是 Moon， 罗浩有没有可能诞生奇迹呢？一时间拉左手一个，这个直接补掉了，是。现在比分是4-7，对，下半场喷塔是拿了一分，下半场1-1。喷塔现在下手雷波快攻吗？外场加 B 点，压了压了，前压了，前顶雷包打掉，那这样的话，外场的莫非常尴尬，被打掉，对，包抄到位。包抄应该是已经到了，看一下 ，nice， 这一波前点判断的还是相当正确的。对，其实现在和国外队打的时候很有压力的，国内的队伍是。还要再打一次 B 点。就你上次前压了嘛，我这次不服你，国外队就是这样。是，不服就是干。他属于那种你一个拉过来被打死了，他第二个接着拉，然后后面还有人，是，就是这样。不像国内队伍可能抱团过来，看一下，哇，这边梅西还不错，一个双杀，一环二，剩下两个，中间接雷包打掉，这个是个二星站了出来，这也想开波车，但是没成功，没成功，而且是第二时间开波车，人格红烟，这个时候可以发现 A E 的防守站位还是挺不错的，哎呦，看到了，Lunas，挡枪，还剩下三个半血，漂亮，任务失败，6-7。可以听到应该是 AE 的选手，是，加油啊，加油，但是声音很平淡，怎么感觉好像是没有睡醒的样子呢，可能是觉得不需要太过激情，他说胜利只是就是那种很非常平淡是吧，对，很平淡。可以看到潘达这边不太敢第一时间就去过点，是要等一下，不像是说中国就有的时候看复活的点位会第一时间抢一下 A 大，是，然后直接卡住死亡楼梯，对，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进攻 A 点，也可以转点，也可以考虑从这个木门直接打出去也行。哎，这一次对亚门似乎好像有一点意思，有想法。这边罗浩的站位很关键，出去侦查到了啊，不行，得走。对。哇，这个高爆，但是隔到门了，漂亮，罗浩。还有一个管道，这边管道空降，看一下队友不能挤在一起，不然容易 TK。看一看队友也是马上补枪，梅西一个双杀。这个梅西，我怎么感觉好像是上了那什么一样？是，就好像点住枪，就一直往出突突。你看，是漂亮，直接打掉。梅西这次的战绩也非常好的，对，现在是7-7。是这一波罗浩的侦查太关键了，就是第一时间发现了对面就是喷塔的进攻意图，然后而且是穿掉一个，还能够退回来，全身而退，这样的话把管道的就是喷塔的选手也骗了下来，对，这样，其实管道的选手可能想要补掉他，是，对，他躲回来了，对，躲回来了，然后梅西比较好，灵活的这个胖子，是，7-7，下半场 A E 比喷塔是4-1，对，也是把比分扳平，是，感觉这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可以对吧？就放心了，放心一下，放心一下，先放心一下。是。西西还是这个位置。雷包，看到雷包在闪，漂亮， nice， 过不了点。再来。木是不是想来？不服气，可能要替队友报仇，可能要刚一下。哇、哦！
可以，刚掉了。刚掉了，刚掉了。报仇了，报仇了，报仇了。管道应该是有一个 NLS， 是要后退。看一下，哎，看见，那这样的话应该是确定对手还是对 A 点有想法。要往前摸吗？这么大胆？看一下管道。就这么刚。那这样的话，这个位置我直接出来找 blame。哦 ，blame。看见。双方都看到了。赶快退，不然的话应该是担心管道从被 NLS 要打悲声了，你敢不敢来？这时候应该在跟 Blame 交流，他有没有过去？应该还是不太敢，不太敢，不太敢。应该在等队友。时间，以及红秒。是，我们要转点。走了，走了，走了，我放弃了。放弃了。那这个时候 NLS 如果有投掷武器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在 A 控从管道对着 A 控丢一丢，就是做出我要打 A 点的这么一个假象。但是另外一面就要迅速的。是，迅速的向 B 点打。太墨迹的话就有点太假了。是。哦，发现位置，入黑屋，梅西也在 ，nice， 哎，罗浩这个背身，雷暴打掉，考虑一下控枪，卷你这边也偷了，哇，这四打二，瞬间被一个刷屏变成一个二打一，二星应该没看见，这时候应该能打掉一个雷暴掉，但二星应该知道他漂亮，八比七，刚才真的是好险，是。本来是四打二，瞬间被变成了一个二打一。对。哇，二星这边真的是刚住了。刚刚属于卷底和B 控这边，更衣室这边是最后一个人没刚住，罗浩想去打他嘛。嗯。也是要保护自己 B 包点的一个队友，是他要去直接突破 B 包点。对。但这时候二星站的位置是比较好的。是一个好位置。对。而且最主要问题是第一时间雷包打掉了，嗯，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么一个关键的击杀吧。这边这个高爆是丢在脸上了。烟雾弹。哦，稳。稳，西西。他们潜伏的走位还是不是那么固定的？是。但是保卫的守点是很固定的感觉。对。因为其实比较好的防守点位也只有那些。对。对，就是包括人都是非常固定的，就是每一局都去那里。是，顶多我叫来一个队友，来了来了、哦、来了，这时候要开车，罗浩四个人，一个两个，后边还有，看一下呀，罗浩能不能补掉？一颗闪光，子弹还应该闪住，两个人都闪住了，换完子弹，哇，可惜。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三个队友。队友应该一道按到右边的枪托，一打三，紧张了。那这个太难了，你要想一打三成功的话，确实，七比九。下半场六比一，嗯，这边 Nunes 已经紧张到按掉了枪托，嗯啊，会有的时候，我经常这样，经常这样吗？我经常会这个，按到鼠标的右键。啊，那其实可以考虑把这个右键设置一下。但是我还想要、那个，还想打狙是吧？对，哎，这一次也是选择了一个大招，一二门的一个前顶，前顶 NLS， 小旭伦和罗浩的一个配合，二星仍然是。守在了 B 高点，是直接进门，过点应该是已经看见红烟里面有，直接被打掉。那这样的话，双方要对穿了，一颗闪光向后退。嗯 ，NLS 过点的时候没有看到是吧？是，直接被打掉。这个，你看，就是国外的队伍，感觉就是一旦哪一个地点掉了人之后，他们就不敢上了，是，就全部跑到另外一个地点，可能就来回跑的那种感觉。就来回跑，他第一时间可能都没有想好，他可能只是我过去看一看。对，看一下二星这个位置能不能秒掉，应该能第一时间。漂亮，不是秒掉了，还好、但是打掉了，打掉了，最后一分，这边要抓二星吗、哎、要抓，应该是已经听到跳起来的脚步声，所以但是后面的梅西直接补过来，剩下卢内斯是想要一打五，有点难，有点难，漂亮，换完子弹转手一枪可以啊，可以11-3 AP。